那今天的晚餐有三个菜，这个好像是凉皮儿吧，然后这个是肉夹馍，然后这个好像是一个小甜汤，然后还给了一颗苹果，这苹果太甜的话估计还是吃不下去。然后今天的晚餐就是这个了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好像是油炸的一个什么东西，鸡肉，油炸的鸡肉，然后这个就是那个西兰花，然后就是木耳炒肉，今天还好，算是比较淡的，不是之前那些，我尝尝这个面怎么样，除了辣椒的味道和油的味道，什么味道也没有，不怎么好吃。趁热把这个给吃掉，趁热把这个吃掉。这里面还有骨头，你吃得小心点。然后肉夹馍里面的肉。就这样子，然后饼的话有点软塌塌的。行，今天就到，就跟你看到这个地方吧。